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一看就知道这刚下过雪，给我冻得小腿都直打哆嗦。快点回教室吧。喂喂喂，老师，我来了。臭小子，瞅瞅现在几点了，班里整天就你迟到。你还好意思说，我看看你找的啥教室。我操，树懒快来救我。诸神，你咋在那上面？当然是我威胁他上去的。可恶的老师，快放他下来。不可能，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也要上去。睁大眼睛看好了。你竟然把诸神害死了。你要是不好好学习，他就是你的下场。放心吧老师，我一定要认真看书。这样子才乖吗？好了同学们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可恶的小绿毛，你竟然敢害诸神。快把机器关掉，趁现在赶紧跑。黑板两边有我设计的机关，这附近也有我设计的多个陷阱。快把门关上，把压力板取出来修复一下陷阱。就在这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找到腿给你打断。先去最近的这个。卧槽 ！Hello。卧槽！吓我一跳。有本事再来一只，给我去试，去试一下对面的拉杆。希望这个。Hello。It's me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其他地方找一下，前面好像有东西，过去看看。这有两个活板门，先去最近这个下面找一。卧槽！小朋友。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特么的，居然是陷阱。去试一下左边这个，下边安全，快下去抓树懒。臭小子放。卧槽。哈哈哈，让我找到你了。有本事你过来啊，我丢敢拿刀威胁我。小绿毛没了，赶紧跑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就在前面不远处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真是快气死我了，这里有水火门，先去水门里瞅瞅。臭小子放下武器投降吧。我操，太残暴了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把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好点的角度丢出去。终于进。我操，可恶啊，竟然是陷阱，这附近一定有隐藏门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快把背包里的拉杆拿出来。臭小子快滚过来受死。你竟然威胁我，那就不要怨我了。摆上拉杆启动机关。哈哈哈，他没了，继续玩游戏吧。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听说在 Dream 的神殿修炼两年半就能获得力量，那我一定要在这里修炼两年半，获得打败老师的力量。我一定认真学习。是谁在呼唤我？我操！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当然是我的家啊！你看我和 Dream 多像。像你个大头鬼，一点都不像。把这些作业写完，就当是给你的惩罚。我丢这么多，我根本写不完，能写完也不写。你竟然敢乱扔作业，是不是皮痒了？让我给你松松。老师，咱有话好好说。把刀收起来，这作业我写还不行吗？这才乖吗？我继续去获得力量了。可恶的小绿毛，让我写作业你却想得到力量，去天上和太阳肩并肩吧。他没了，赶紧跑，要是被他抓住少不了一顿毒打。两年半前我就给这里准备好了陷阱，跑快点，要不然他等会就追上了。快点把门关上，就在这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去这附近找一下，前面好像有东西，过去瞅瞅。这有两个活板门，先去最近的找一下。怎么还有一个？放下武器。我操！你奶奶个大鸡腿，臭小子一定是躲在这个下面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特么的，居然是陷阱，去这个门里找一下。好多啊，先去左边这个里。嗯，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，进这个里面看看。Hello? 卧槽，吓我一跳，给我去试。其他地方找一下，还敢来？就这啥也不是，我记得刚刚还有一扇门，过去瞅瞅。老师快来了，赶紧跑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去这个里面找一下吧，这里竟然有水火门，先去水门里找一找。这是哪里？我操！
可恶啊，竟然有机关，去火门里找一找，把末影珍珠拿出来，直接丢出去，你们不要过来。大哥，太残暴了，你奶奶个大鸡腿，臭小子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快滚过来受死。我丢，竟然敢拿刀威胁我，那就不要怨我了，启动机关，给我滚下去吧。小绿毛没了，继续玩游戏吧，摆上开机。今天来 KFC 吃饭真开心，不说废话了，直接进去尝尝味道，希望它的味道和它的名气一样好。我丢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来干点临时工。还有臭小子，你有钱没有？当然有，把你们店里的招牌上一份。那好的，你去旁边的凳子上等一会。那好，记得上快点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树懒，你的饭好了，趁热吃啊。好的，让我尝尝什么味道。我丢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去试这玩意能吃吗？不行，我要投诉这家店，没想到这家是个黑心商店，让我喝瓶牛奶解解饿，坐凳子上等他们来给我处理这件事情。臭小子，谁让你乱扔食物的，快滚过来把它捡起。我不捡，再说了这玩意能吃吗？这怎么不能吃，给你做什么你就吃什么。你这真是一家黑心饭店，竟然让顾客们吃河豚，这玩意儿狗都不吃谁吃谁去世。鬼竟然敢扔我们饭馆的招牌，我看你是不想混了。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就原谅我这次吧。那行，这次就先原谅你。还原谅我，你给我去世吧，快点跑，要是他追上少不了一顿毒打。这附近有我的密道，快从这点下去，去我的秘密基地，把粘液快打掉，去前面的门后躲一下，就快到了，快点过去把门关上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找到腿给你打断，去二楼找一找。这里竟然有两个拉，我操 ！Hello， 吓我一跳，哈哈哈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再试一下旁边的。嗯，这是哪里？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其他地方找一下，前面好像有店里的招牌，四处认真瞅瞅，这里竟然有按钮，下边应该是臭。我操！特么的，居然是陷阱，这里有好多的门啊，先去右边找一把。我操，快点把门关上，去下一个里面瞅瞅，怎么又是笑眼，快点把门关上，臭小子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尼玛，居然是机关，去这边找一下吧，给这玩套娃呢是吧。不管了，我操，你奶奶个大鸡腿，怎么又是套娃啊，臭小子。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可恶啊，竟然是陷阱，去前面这个火板门下瞅瞅，下边安全，快下去抓树懒。卧槽，小绿毛快来了，赶紧跑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我丢，这里怎么有流浪商人，把他们送去见观音吧，一家人要整整齐齐。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特么的，居然是陷阱，去这个里面找一下，这里竟然有水火门，先去水门里找一找。这是哪里，为什么感觉附近凉。我操，我太难了。可恶的臭小子，竟然又坑我，把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好点的角度丢出去。我操，都给我去世。太惨暴了，尼玛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，臭小子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我看你这回能往哪跑。小绿毛，你先瞅瞅这是什么，你竟然敢拿刀威胁我，快启动机关，他没了，继续玩游戏吧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